人们，他们大家好，礼拜前先去看看上周的实名作品，我是教会的守望者，而三期治愈顶峰的教会以祷告守护教会的守望者。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网络马可楼，五岁为读班，六岁为信班，欢迎耶纳人们的与撒旦征战的属灵精兵。七岁在创造班，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愿圣三位一体神借着灵临到我们教会。圣三位一体神临在我里面，临在我们教会里面，来参加幼儿部礼拜的所有人们，他们欢迎大家。真的很开心能在这里见到大家，来，我们看看旁边的小朋友哥哥姐姐们，打声招呼吧。今天的礼拜你来对了，一二三，礼拜来对啦。现在我们一起集中话语，集中祷告，集中赞美，攀登属灵顶峰。 Remnant 们，上周的话语大家再来回想一下吧。上周我们一起看过了我们是谁，对吧？大家来猜猜吧。第一个哦，已经有小朋友举手了呢。 Salim 你来说说看吧，是什么呀？当当，叮咚叮咚，答对了。来，跟着我说，属灵精兵。我们是奉耶稣基督之名征服肉眼看不见的黑暗的属灵精兵。第二个哦，秦阳呢是什么呀？答得很好，来跟着我说，属灵的比武的人。我们是每天每天为了攀登属灵顶峰而奔走的 Remnant。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同时来回答吧。哇，举手的小朋友好多啊，对对对，大家跟着我说，属灵农夫。我们是救活一切的属灵农夫。大家记住我们是谁，现在一起来赞美吧。向神献赞美的 Remnant 们都从座位上站起来吧，一起有力的来唱，敬到神的时间表 Go。这是圣三位一体神临在的赞美，我们一起有力的来赞美吧。
我是。坐在后面的小朋友们也一起来赞美吧。我是池定月的神儿女。第二首赞美，我们呢只要跟随神的话语行走就行，站立在话语之上，一起来赞美吧。내삶속에함께말씀이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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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서리라나는주의말씀주의말씀말씀이에서리라바다야잔잔하라나사로야나사로야일어나물이변하여포도주되라주신말씀꼭꼭잡고세상을향해나가요말씀은살아서내맘속에내삶속에함께요
好棒好棒啊，好，请坐。现在呢，为了礼拜，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今天有请五岁的少爷巨人们特的妈妈到前面来为礼拜代祷。来，我们合起双手，闭上眼睛。永生的神啊，今天让我们能够在幼儿部礼拜线上祷告，感谢神。现在这一刻，愿妨碍礼拜的所有黑暗势力被捆绑，神的国度降临。愿神的话语在我们小朋友的心里深深刻印下来，成为根基体质，让他们能够持定正确的约，前往现场，站立为得胜的证人。现在我们小朋友们虽然年幼，但相信他们必成为属灵顶峰，请让他们站立为属灵精兵守望者，请主在事故及疾病之中保守他们。今天宣布神话语的金启泽牧师，请神赐他圣灵充满及武力，愿我们老师父母们之上也领到同样的恩惠。奉耶稣基督之名感谢而祷告，阿们。这是今天话语的题目，题目就是坐海盗船的人们。来，我们一起用最好听最有力的声音来读一下题目吧，都准备好了吗？坐海盗船的人们，开始。今天是使徒保罗写给提多的信。提多，这个人叫什么呀？提多，哦，他叫提多呢，提多。这里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这句话。上面写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这个会读吗？来读读看吗？做我真儿子，使徒保罗称提多为做我真儿子的。这是什么？这个叫海盗船，对，没错，就叫海盗船。海盗们坐的船，谁坐的呀？海盗又是什么人呀？有知道的小朋友吗？海盗是做什么的呀？他们可不是只坐着船去这去那的人，他们坐着船跑来跑去，抢人们的东西，偷东西，打人，是坐着船的强盗们。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哦，是坏人。他们不是就坐船而已，他们坐着船看到有其他船经过的话，他们会说，我们去那条船上把他们的东西都抢走，那些人生不如死吧，哈哈，这样的人就是海盗。谁能坐上海盗船呀？海盗，这就是说坐在海盗船上的人是好人呀还是坏人呀？是坏人。但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听那些海盗们的故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那么我喊一二三的话，大家都一起来喊，海盗们出来吧，海盗们出来吧，来试一遍吧，开始。哦，很好，我们再来一遍，大声点，准备开始。
哈哈！我们是海盗，哈哈哈哈！我们把人打得遍地打滚，夺走他们所有财宝，我们就是海盗。来来来，把你们的东西全部都交上来。给我快点，都拿出来。都是我们的。哦，船长，船长。我们现在在哪儿呢？这里，这里就是海盗船。海盗船？嗯，没错，海盗船，哈哈哈哈。来，你们既然上了我的海盗船，就一个一个站出来，做个自我介绍。是，船长。我是有很多很多钱的海盗。哇，有钱啊！哇，真的有好多钱啊！钱啊！我见人就抢，不给就打，靠着这个赚了不少钱。嗯，不错不错。好，下一个。我是学习特别好的海盗。哇，好聪明，好聪明。哦，有学问，有学问。我是努力学习的海盗。哈哈哈哈，这小子看上去就很聪明。好，下一个。我是最老实的海盗。大家要什么尽管吩咐，我一定会遵命的。哇，真的很听话，听话，真乖，真乖。哦，真乖，真乖，哈哈哈哈。哦，好好，又乖又听话，很好，很好。好，你退下吧。下一个。我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做，我就是每天睡觉、吃饭、玩儿。哇，厉害，很会玩儿。哎，知道怎么玩儿？你很会玩儿。真的吗？是。那么，我们一起好好的来玩玩吧。来来来，来，我们去干一票吧。遵命，船长。
那大家把以后自己要做的事都说一遍。我以后要偷更多更多的钱，然后存更多更多的钱。我是学习好的海盗，我要努力学习，看以后怎么能够抢得更多，偷得更多。我是善良的海盗，我要更加听话，去偷更多更多的东西回来。我是好吃好睡好玩的海盗，我要更来劲的偷东西。好好，我们既然上了这条海盗船，我们就是海盗，就算赚了再多钱，学习再好，再老实，再怎么会玩也是，我们就是海盗，坐上了这海盗船的世上的人，要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 remnant 们，都站起来吧，全体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吧。基督 power， 성령 power， 내게주신말씀꼭꼭잡고세상을향해나아가요말씀은살아서내맘속에내삶속에함께해요거친바다야잔잔하라잔잔하라말씀안에말씀은살아내맘속에내삶속에함께요말씀이에말씀이에말씀이에설이라나는주의말씀주의말씀말씀이에설이라바다야잔잔하라나사로야일어나라물이변하여고도주되라주님말씀하셨네말씀위에말씀위에그말씀위에서리라나는주의말씀그의말씀그말씀위에서리라말씀위에말씀위에그말씀위에서리라나는주의말씀그의말씀그말씀위에서리라그말씀위에서리라그말씀위에서리라자오늘보니까봤죠大家都看到了吧？坐在海盗船上的人，但这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是一般的海盗来跟着说世上人们的样子，是个像海盗一样生活的人。这不是一般的海盗的故事，而是外面的世界不认识神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来，小朋友们跟着我，用两只手这样试试。用两只手这样看世界，试一下吧。用双手，大家从现在开始跟着做吧。
看世界的眼睛。把手放下来，大家从现在开始是 Remnant， 所以要这样看世界。怎么看呢？刚才海盗船上都有哪些人？有赚很多钱的人吧？赚了很多钱的人是个成功的人，但是这个人是不认识神而成功的人。这个人也是一样，是海盗船上的人。而这些人努力赚钱，刚才说什么来着？海盗最后说了吧，我会赚很多钱的。他说赚很多钱要干什么？不是说要做海盗吗？偷东西，对吧？另外，刚才学习很好的人，学习很好，做得很好，又说了什么？他也要做海盗，也是偷东西。不需要神，努力学习要做什么？我不需要神，我不相信神，努力学习我会成功，我会努力学习再做海盗。刚才那样说了嘛？还有什么人？哦，仔细听神的话语了。刚才看到善良海盗了吧？坐上了海盗船，说很善良，善良什么？什么叫善良？刚才说海盗们很善良，海盗船上的海盗善良的话，你说要做什么？对，刚才是那样吧。哦，我是个善良的海盗啊，所以我会好好听船长说的话。哦，不管是什么，只要让我做就行。这样，那么海盗算善良吗？是不好的吗？对吧？海盗船上的人不管挣多少钱，学习好不好，善不善良，都是海盗。来，小朋友说一下吧，那也是海盗。刚才又那样了吧？哦，有些海盗，我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我爸爸拉得好，是那样的海盗。那个海盗也是坏的吗？是好的吗？是坏的。你们都看吧，这些人。哦，刚才用福音的眼睛看世界了吧？再来说一次吧。来说说看，这些人现在要去哪里？用双手，好，跟着说，用福音的眼睛看世界。看看吧，用福音的眼睛看世界，这些人感觉怎么样？原来是坐海盗船了。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该怎么办呢？因为不认识神而活着的这些人，得有人告诉他们。哦，是你们去告诉他们，你们得去告诉他们，大叔大叔，现在努力赚钱，成功，学习好，善良。但是你坐在这里，要告诉他们现在坐的海盗船，谁告诉他们呢？对于那些可怜的人，要见证耶稣基督的 remnant。 哦，请举手。真的吗？你要去见证吗？你得下海盗船来试一下吧，大家试试吧，张开手跟着我说， Little， 你得从海盗船上下来。好，再大点声，你要从海盗船上下来。你看看这帮可怜的人。今天使徒保罗告诉提多，为这些人宣布福音的见证者就是你们。所以保罗对提多说了什么？说是真儿子。我呢，我最喜欢的 Remnant 是谁呢？我觉得谁最漂亮呢？我觉得谁最帅最漂亮呢？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做祷告手册的样子，做马克楼的样子，做礼拜，还有向圣三位一体神祷告的样子。我看到 Cuddle 上上传那些，我觉得那个 Remnant 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Remnant， 因为太漂亮了。看到那个 Remnant， 我就放在我的心里了。哇，我们 Remnant 一周做祷告手册做得这么好，上周让你们寄明信片，哦，寄给我的明信片吗？看到祷告的 Remnant 吗？我觉得特别神奇。
使徒保罗对提多说他是真儿子。我觉得我们的 Remnant 们是真儿子。成为这样的 Remnant 就会得胜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有件事我们要做，是从这周开始要做的祷告。这是什么呢？哦，好像有点难。来问问大家，我不知道我们幼儿部 Remnant 知不知道。哦，在这里读一下吧，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吧，开始。哦，这是什么意思？圣三位一体神，要仔细听。阿爸父神，独生子耶稣，圣灵神，说的是这三位。来跟着说，阿爸父神，独生子耶稣，圣灵神，哪三位是一体？所以说是圣三位一体神。但是超越时空是什么呢？超越时空是什么呢？哦，上周请圣三位一体神临到我里面，这周是超越时空。哦，好难啊，时空是什么？时空是把时间和空间合起来的单词。哦，超越是超过的意思，那是什么呢？看这个，看好了，是谁呀？啊，约瑟被卖为奴隶，但是约瑟的人生完蛋了吗？搞砸了吗？完蛋了吗？约瑟被卖为奴隶就完蛋了吗？没搞砸吧？怎么样呢？约瑟被卖为奴隶去哪儿了？到埃及谁的家去了呢？什么将军？看看吧，神奇吧？约瑟被抓住了，被哥哥们揍了，被卖为奴隶，大家以为会完蛋呢。不过天哪，去了之后发现神已经准备好了，看那个就叫超越时空。神都准备好了，见到谁了？神准备好了波提法将军，但是约瑟因为这样又进监狱了，最后在监狱里上了年纪就死了吗？还是发生了惊人的事情呢？发生了惊人的事情吧，看那惊人的事情称为什么呢？来跟着说一下，超越时空。应该一辈子都生活在监狱里然后死去，但不是那样的，神超越时间和空间做工的。所以这周我们 Remnant 们来祷告，结果约瑟怎么样了？进了监狱就是神为了见法老王而准备的。来看一看约瑟的人生吧。这个就是超越时空。好，我们 Remnant 们做好了。这个祷告呢，我们 Remnant 的余生每天都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做。好，请坐好，把手从桌子上放下来，放在膝盖上，然后闭上眼睛，请老师们到他们中间来帮助他们吧。我们的 Remnant 们每天都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今天我们要出声祷告，但平时大家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哦，不用出声，在心里默祷就行。今天会出声祷告的。啊，我要用美丽的声音向父神祷告，跟着祷告吧。圣三位一体神，圣三位一体神，借着灵临到我里面。第二个祷告，圣三位一体神，超越时间和空间来做工吧。
我们再来说一次，圣三位一体神超越时间和空间，来做工吧。来睁开眼睛，我们 Remnant 们这一周和今天礼拜结束后有很多时间吧。这一周通过马可楼与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们每天做这个祷告吧。我呢，不管谁看不看我都要做这个祷告的。我也想得到约瑟的应允，我要做这个祷告。有这样的 Remnant， 真的可以约定的 Remnant 请举手，真的。好，那么和旁边的人约定吧，我们一起筑起祷告望楼吧。答应我，答应我，我们一起祷告吧。愿成为建立起祷告望楼的 Remnant。 现在我们一起唱赞美，并将准备好的礼物献给神。进到神的时间表 Go， 一边唱赞美一边奉献吧。喜乐砰砰，顶峰时间。我们的祷告一个都没有落空，全都积累蒙了应允。那么今天就和老师一起来做一个盛装祷告的祷告储蓄罐吧。要准备的物品有小盒子、湿纸巾盖子、彩纸、写生布、胶带、剪刀、固体胶、美工刀、彩笔和蜡笔，以及各种装饰材料。首先用彩纸贴在盒子上，小朋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把盒子包装一下。然后按照塑料盖子的尺寸，在盒子的上方用铅笔画出盖子的模样。之后用美工刀按着形状挖一个洞，这个部分请爸爸妈妈帮助 Remnant 完成哦。然后将塑料盖子贴在上面。下面来画一下我祷告的模样吧。双眼一定要闭上。我祷告的模样。画一下祷告的双手，
画一下我祷告的心吧。把画好的画剪下来，贴在盒子上。将我祷告的模样贴在盒子的后面，祷告的心贴在前面，祷告的手贴在两侧。最后，用各种材料装饰一下祷告储蓄罐吧。今天的作品祷告储蓄罐就大功告成了，将我的祷告题目用画画出来，再用文字写出来吧。圣三位一体神现在借着灵临到我里面，圣三位一体神现在超越时间和空间做工吧，把我们的祷告装在祷告储蓄罐里吧。相信我的祷告一定蒙应允。每天将祷告题目装进储蓄罐吧。我们来看一下这周把神的话语好好装进自己的想法、心理、灵魂的使命吧。来看这里，我们上周也一直祷告了。你们祷告愿圣三位一体神临到哪儿来着？没错，现在神的灵临到我心里。我们这样祷告了吧。这周呢还有一个，有记得的小朋友们，超越什么来着？对，有的小朋友已经背完了。这周呢开始是祷告说，愿神借着灵临到我心里，然后第二个还要祷告一个，圣三位一体神现在超越时间和空间做工吧。我们来挑战这两个祷告啊，但是要怎么挑战呢？噔噔，这周呢要做祷告储蓄罐，啪的一声打开这里的话，盖子会打开的，那里面每天都会装下我们的两种祷告文啊，对，是湿巾盖子，我会把它装饰的漂亮一点，你们以后看了就知道。老师还做了祷告文，我们准备了可以跟着写的两种祷告图案，请爸爸妈妈们帮助孩子们每天跟着写放进去，然后祷告。请把这个帅气的样子咔嚓咔嚓拍下来，上传到卡托聊天室里。下面有请牧师为奉献祷告并祝祷结束礼拜。我来祷告。阿爸父神，愿神用我们献给您的这礼物，建造237国家多民族来受训练的圣殿，我们 Remnant 们成长为属灵顶峰的圣殿，生病者聚在一起以福音受训练并被治愈的圣殿吧。耶稣基督的恩典，阿爸父神极大的慈爱，圣灵的做工，临在从小享受祷告望楼的奥秘的所有 Remnant 们之上，为此教导并祷告的父母和老师们之上，从今时直到永远常与你们同在，阿们。